水系到这边呢，从河那边照到这边哦，因为它的河体是到这边罢了，然后这边是河口，然后它的水一直流进来，然后就是这边淹了，淹到差不多这样高哦，然后这边的水就是全部进去我们那边的家了。当大涨潮遇上下雨天，马来西亚吉打部分临近河口的低洼地区都成了水乡泽国。从河那边呢，急流进来，涨潮。这个时间喽，12:40是涨潮喽。2:30呢又退场，又在下了。一天淹两次，差不多12:00这样子会淹一次，和晚上12:00淹一次这样子哦。好彩那个货我们来得及放上那个 ballot 哦，没有就惨了，没有休息到就一直在那边顾水，很惨。好，你走。趁着退潮期，慈济职工赶紧出动前往关怀，为有需要的法亲及民众提供协助。OK， 睡。师傅，今天我们走了几家？都没有算了喽，法亲这家淹水了，要把他们的东西垫高一下。对，把它垫高了，就晚上他们睡了比较安全一点，不用去想那些东西会淹水。你们也算好哦，想到人家需要这个。没有啦，法亲法亲一家人，我们是一家人。面对灾难的考验，志工也将持续关怀，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难关。大爱新闻已经被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